是在但英雄在这儿。喂，你好。你好，你是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办吗？对对对，我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关于学生死亡情况的人数和姓名的一些资讯。你这数据都是属于那个保密的。嗯，这个数据应该在那个各个厅局里面。吃过饭？吃过饭。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嗯。但是我没有义务向每一个公民都把这个情况说到。你们的副省长他公布的是10000多个名单，但是这10000多个名单公布在哪里，就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了。你干嘛要这个名单呢？ 要是美国派遣的特务呢？你就没必要再管这个事情了。我告诉你，我直接怀疑你就是这个是一个美国或者日本派过来的特务。你在我这儿绝对打听不到这个名单。经过实地和电话核实，我们有96所学校遇难学生是7499名，还有28所是没有掌握实际的确切的人数的。宜昌幼儿园呢，预计是有500人遇难，就是基本全军覆没。根据综合那个团座人，他们是5522人。你说清楚一点，团座人什么人？团座人他们做了一个四川省教育系统师生伤亡情况的调查汇总表。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拿到一个名单马上就发短信，要不然就随时可能被搜走，搜走就白跑了。我跟他们谈过将近20个小时，这是我一生关于这个某一件事跟人谈的最长的一件事，大概就这个，基本上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我觉得。当然他们了解了我们态度，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苦衷，这些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困境和他们的困境是一样的。我们的困境是说，哦，我们就是要这个设施，为什么得不到？那他们的困境是说，他们是在一个系统之中，这个系统呢，并不是说某一个人的意志来被转移的，所以他们就是看样子这两块为什么都是需要的，就是为什么一定在任何社会都要有权力存在，那么一定在任何社会都要有对权力的监督和牵制存在。没有一个社会能逃出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模式，这个我想是长期存在的一件事情，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他尽他的职，我们尽我们的职，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谁都不要有幻想，我觉得他们对我们也没幻想，我们对他们也没太多幻想。就听到那个火车道上有声响，我以为火车来了，嗯，然后我就爬上火车道，嗯，看到有两个人，一个是穿蓝衣服的，嗯，蓝衣服背后有条龙，嗯，还有一个穿紫色衣服，嗯，这个大概在4:40多左右，嗯，然后那个艾伯伯就从这个走到火车道那边跟我打招呼嘛，我就在火车道上那个牌子呢，嗯，然后那个人。艾伯伯走过去了嘛，嗯，他问我，我跟他艾伯伯是什么关系？嗯，然后我说不是亲戚，他说是亲爷爷吗？我说不是，他说只是邻居。然后他说艾伯伯说被判了20年是吗？什么？说艾伯伯被判了20年是吗？那他们说他们是哪儿的吗？公安局的。你怎么问的他？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他说我是公安局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我和他们人在这儿，车也在这儿。啊，我跟着拍照，拍照。啊，车号是京 F 49802。你干嘛的？拍你，就拍你。什么意思啊？我玩啊。你玩的。这个人不说，我姓艾，叫艾卫卫。我在现场等着，我马上就在等着啊。对对对对对，你们是干嘛的？为什么要跟踪？不干嘛，你为什么拍照？跟踪拍照干什么？谁拍照？你拍的，手机上拍照。不要没有我怎么办？你没有就是你删掉了。不要没有我怎么办？没有就是你删掉。你说你给我拍照，我跟我没关系，你别没你你还躲着干什么？我就在这待着，这待着这不成啊？不成啊！我也不用你别跟我什么？别跟我说什么，咱俩也不认识。等着吧，警察在等你。不，咱俩也不认识，你别乱。把那个你别提，为什么？哎，我你说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经过我允许了吗？没经过，那你经过你允许人，你拍人家了吗？我没拍，我要没拍人家呢。你要拍了呢？他不是跟你在那等了几天了吗？我一出来我就看他在那跟着我，然后东张西望装着不跟着我，我一回头走，他想走开，我说那不可能的，你。他打要来打吗？他会来，你别以为他不来。那你是说他来啊？我现在再打一遍。谁派你们来的呀？就是我说谁派的？你们谁派你们来的呀？俩人都说不出话来。谁派你们来的呀？谁派你们来的？说看谁派你们来的呀？啊呀？谁派你们来的呀？别指我啊！指你怎么了？说，指你怎么了？我问你。我就在这待着呢。我指你怎么了？你谁呀？你我指你怎么了？普通公民。你公民？你干嘛呢？你是？我什么都没干啊。还有公民什么呀？怎么了？你是狗吧？你别这么骂人！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这么骂人，我就骂你，怎么了？报警我呀！你报警，你马上报警！关上我门！我报警！有事儿了，马上报警！别动，别动！我骂你什么？你哪儿骂的？你干嘛？你推什么？我不知道，你他妈不想活着你！你他妈还推一口！你把什么粪呢？你这是？你他妈吃给你多少钱呀？你妈的！你他妈找臭吧你！不是他他妈跟踪我，他跟多久了？他就一直跟着我。谁他妈派你来的呀？政府给他妈你几泡狗屎吃啊你！您好，我是第三次报警了。京 F 49802车和一个年轻人在后面跟踪我，然后我觉得很危险，这两个人。我跟他停下以后，他给他招手，他过来了，他车在那儿。谁跟我招手？你看，这明摆着的，你们两个人是认识，你们俩还交流过。不是您通报是不是？对，咱们这车您给我踹的吧？都回哪儿去？到派出所给您做辅助。啊，可以，好吧？好的。那您是您有车吗？阿刚，我没车。阿刚打我们人了。没打你谁了？打你骂人了。我说出来车了。打你他刚说打我车了，知道吗？他一说他打他们人了。不要，你知道吗？你不是不认识吗？还说不认识吗？不认识。什么叫打你们人了？就你这样混子，我就是打你们人了。这混子知道吗？混政府饭的知道吗？混混在这儿，这你混政府饭，威胁公民的生命，知道吗？您坐多少车等着？你过来，你稍微坐会儿。哎，你是把他带去干什么？我带有我的事儿啊。调查一下，您坐着稍微等会儿。调查一下，不是这个不能，那他什么身份？我们对、啊、也让知道。是我们那能不能当面说一下什么身份？不是，当时我们那对他进行核实，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好吧，你怎么知道他是内部的？不是，他是我们内部对他进行核查。为什么你们内部对他核查呀？这我带来的人呢？他应该当着我报警的，你应该当着我面来核查吗？为什么要你们内部核查呀？是，待会我要叫回来。我现在别啊，你现在就要叫回来。
先过来，行啊，来过过过，你过人家过上我叫叫。不都在这儿吗？你也在，你也要不你也找一屋先待着。我们真的盯着你。啊，那您进屋等会儿，进屋等这过过让人进屋等。行。那咱们既然到这儿，我不用一锅盘。干嘛干嘛？哎，你先别吵。你们家刚才怎么不叫成这样呢？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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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既然到这儿，咱们那摄像头，他到这儿解释，你别吵好不好？他为什么到你这儿这么较劲啊？叫他就是你拿这拍子坐你那儿，你。的事儿说白了，但是咱这摄像头别因为这事儿打起来吵起来了，明白吗？对对对，明白吗？这东西咱这是经常是坏了，你知道吧？一定也没坏，坏不坏保证有袋子在里面，咱就别吵，因为经常就没袋子了，坏了，你知道吧？每次要证据的时候都是没袋子坏了啊。跟踪对公民的生命进行威胁，然后干这种事儿，你说合适？更多的事儿，都在乡里边负责巡访的。他是你乡里负责巡访，是自己人啊。对，所以说呢，不是一个路过这里的人，不是一个公民，不管是什么，是不是个公民啊？你别骂人，不是不，我骂啥？是不是？那就放错。咱们这种，但是呢，您以后不要，您是不要跟踪，不能跟踪，您是跟踪文化的人，您说我没骂，更不能跟踪有文化的人，你毁就毁在跟踪有人文化的人。另外一个，他要拍着我，不能跟踪，我允许，不允许，因为你是跟踪，知道吧？那什么，那把那位叫来吧。当时我那什么叫来，叫来我就了了，我就走了。行了行了行，把那位叫来吧。行了行了，你们那个回避一下。然后你他们俩认识什么？啊，他们俩认识。这人负责他们巡负责负责对吗？负责巡逻的。听清楚了吗？啊，听清楚了没有？啊，听清楚了没有？嗯，哎，小孩小年轻，小孩就是喜欢。还盯着呢。昨晚没睡觉啊？啊？嗯？啊？身份证没有？看呀。啊？有身份证吗？什么意思啊？你这有身份证没有？没有。啊！窗户摇下来，摇下来，窗户摇下来。干嘛？有身份证没有？没有啊。啊？没有啊。没身份证，哪儿来的？说两句话。没事。哎，看我牛啊！我把那个国宝的车上的这个记录拿下来了。哎呦，怎么拿呀？啊？怎么拿的？你到国宝车上去了？嗯。就在门口，那个车上还有人呢，不过都是小胖子。702211:40又开车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又步行走出去了。黑包现代车停门口，11:20车离开，车上一人停在门口。然后11:53京 KY 7022车停在门口，11:56车开走，上两人。前面呢？是这页。这叫人员外出登记。要保存有科学价值的地震遗址，我们还要对这次倒塌的重要的公共建筑，包括学校、医院、机关，要进行建筑资料的收集。以从这次地震灾害中总结经验，为日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不是以前呢，我们国家搞过普九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是由于当时国力有限，你要说国家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搞普九，但是这又是个政治任务，必须要完成。你说没有那么多钱，却偏偏要做那么大的事儿。本来该两层楼的居住，它成了三层楼、四层楼。它没有，就是大的构造之外，这些基本上没有。钢筋第一个数量少，二个规格小。规格小。混凝土，它那个混凝土的标号，一个是很低，二个活得相当不合格。不是说是豆腐工程，是豆腐渣。发生地震以后，我们居然突然发现，学校原来是最不安全的地方。
曾经都说，妈，你辛苦，我晓得你在找钱，你把我叔公出来就对了，日子好日子好。就没想到这就是天老爷在惩罚我们这一代人。至今我想这天老爷在惩罚我。后头里面一摸到娃儿的声音，都在喊阿姨妈妈，我不想死，救救我们！阿姨妈妈，我不想死，救救我们！我们那次跌得好惨，有好多娃娃跟那个，根本就是有力量把我们救出来，活生生把憋死了。早就要这样是吗？我就是宁肯等他念到文盲，我都不愿意等他念书。我说你念啥书嘛？长大的时候就不要去成家，不要去生子女，也不要去有啥子痛苦，也不要去。曾经没拥有过，你现在就没这么痛苦，晓得吗？付出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才那个，但你又是白活几十年。他是这样给我们解释的，他说他们也请专家给我们研究了的，这个房子是好的。他说他们请了两次专家都给我们研究了的，但是我认为是，那为啥子专家不当？要是他要研究这个问题，他应该也把我们这些家长喊在面前，面对面的来研究呢？为什么只给你们政府两方面的那个研究呢？就在指挥部对512特大地震遇难学生家长诉求的答复意见，他说的等于说鉴定工作十分复杂，需要较长时间，然后跟我们说的不鉴定了。他们就把遗体全部拿去埋在那个山上，那个挖了一个大坑。他们不是把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抬起，全部是用那个翻斗车翻倒到一起，就是。这里到那里，这里资金虽然小点，这里资金大一点，是不是？就是这底下现在全部都是埋的，全部都是我们站在这脚下，哎，都是，就是全都是一个，全都是遇难的，究竟埋在哪个位置，或者是怎么样都不知道。在地震过去十个月之后，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在北京一次记者会上就此事做了回答。他说：“调查、分析和结论性的意见。”这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我们学校受损和其他一些设施受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我院受理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现决定于2009年8月12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我们有证据，什么证据呢？录像资料，是吧？老百姓的这种供述，上访建设部专家和这种地质学家，方方面面的这种证明，谭作人的怀疑是有道理。如果爱卫未来，那就更好。爱卫未来最好。爱卫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就爱卫一点事情都没有，而爱卫和谭作人他们是不交流的，没有交流。好，谢谢你们，辛苦，现在是辛苦一路。这个你看。这完全是胡锦涛的升级版，对吧？胡锦涛是折腾这样的。好高。警察，什么警察？啊？什么警察？什么警察？派出所的警察。派出所警察这个晚上敲门干嘛？检查什么？检查证件。谁让你们今晚上能检查证件？哎，我们在这个安逸宾馆的158。什么事儿啊？安逸宾馆。对。门打开。我是解放房间，是在513房间。对。哎，那机长，你有啊？对，他们已经破门而入了。干嘛？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我不干嘛？你打人是吧？出来！叫我开门，我不干你谁呀？我打人。
have a little bit of time? I have this strong headache. Why don't you take a rest? I'm resting all the time. Mm-hmm. I just cook this for them. Okay.严重，就是，什么时候？明天早上。Okay. 查了一下，说是那个由于那个热力重创以后，造成那个脑部那个脑颅和那个。脑球体之间的那个大面积的有血，就是啊，哦，不是，我现在去做那个，可能做开颅手术，或者是打一个孔，现在医生还没定，我现在在医院呢啊，对。Go to the bed. 嗯。Thank you.
也分别在西部阿克菲尔。发两个巨硬的面包，嗯，德国人都这样的吧？你脑子里平时是一个稳定的压脑压吗？然后要多一点东西都不行的，多一个黄豆那么大东西你都会，就是你都会不行。不是，这个是昨天抽出来的，对自己躺出来的，压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闹不清，反正总是流嘛。现在还在那，还应该是吧，因为他还在接着呢。很多啊，这个。对啊，要不然我怎么头脑疼呢？我不说我不能晃动吗？是。嗯，都是。出来就好了，头里面不疼了。嗯。就他，那这开了两个洞，他怎么鼓鼓的？就这样。将来当乐器了，好像。不过他这个。就软的吗？那肯定的。嗯，这怎么补我不知道，我没问。还塞上了，啤酒塞了，肯定在塞上。应该给他封上，但他不会封的。我父亲开过，嗯，我摸过是个软洞。
you could sit down again, just regularly, just yeah, like this, okay? Yeah. You know this exercise, we'll have the last one. Close the eye, yeah. Very good, no difference. Yes, you may open, yeah, and now you do the bulb test. Yeah? And now the fingertip test. Great, everything is fine. So I'm very pleased, everything okay. Yeah? Yeah? All the best for you. Thank you. Well, I'm active, not so active in last week, but yes, I'm an active artist, but political artist, I don't know what the true meaning of that sentence, but I live in a very political society. You're born politically, and you're under that kind of pressure, and if any opinion you give out could be political. So for me, I'm not consciously being a political artist. I just have to act my own, respect my own condition, and to tell the truth, to reflect on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ety. Do you fear that you're going to be prosecuted when you return to China? I don't predict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know, of course, when I'm in hospital, I was thinking, you know, what could happen to me worse than you know, being in a hospital. That means you have a long time lost your freedom in a shell, and nobody would say you're not afraid of that. But of course, I am very clear about that. You know, I have no illusion on you know what I'm doing, and if I have to pay the duty, I will face it. But so far, I've never be scared by myself. You know, so you know maybe nothing will happen. You know, so it's just you know we hope it develop into you know better conditions. The facade of Munich's Haus der Kunst is decorated with 9,000 backpacks from China. It's part of Ai Weiwei's exhibition entitled So Sorry. The controversial Chinese artist is helping with the setup, even though he's actually supposed to be. She's the mother of a 7 years old girl. She said, I don't want to get money from the state. I'll be ashamed to make money from my children's deaths, even that's a quite substantial amount of money. But she said, all I want is she to be remembered. You know, she had been happily living in this world for 7 years. Her name is Yang Xiaowan, you know, it's a 7 years old girl. Weiwei, do we need to know anything very precise about China or Chinese aesthetics 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is exhibi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exhibition? And no. Ai Weiwei likes to say yes or no. So no,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tarted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Chinese aesthetics. Yesterday night, an informal gathering you and I had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erman industries, we were talking very open about politics. Do you think, do you see for yourself an eventual role in politics, in Chinese politics? Would you mind becoming a politician? Of course, I think that everybody is in the politics, aware or not, and you know, somebody more passive or conscious about it. Somebody has, could be in lucky condition, doesn't have to be really and do the dirty job yourself. Or so we're in very different kind of circumstances. If I give a simple answer,
in my nation, of course, I will never refuse. If there is a chance, I can use my effort to change the circumstance of people's life and to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life. You heard Ai Weiwei, now that's a very new, clear statement. Very soon to your pens and your Twitter. Thank you very much, Ai Weiwei. So sorry. He's not just a visual artist, he's also a designer, he's an architect, he's a great cook, he's a great blogger, an amazing blogger. He's a fantastic haircutter. And even better, he's the best masseur I ever got. Wow. You and not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you are going to experience tonight. Meine Damen und Herre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Ai Weiwei.停下来。跟谁呢你啊？下车呀！那捷达车是不是？又盯上了。对。是吧？嗯。后面坐的两个联防队员。是这个吧？就他，这个是小三十欧的一个，就他。我下去跟他聊聊天啊。没事，你到刚才那个路口转弯在那儿等我，你不管嘛，你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等我，就是上山这条路下去嘛，这样子上来的，晓得不？老妈蹄花，老妈那是游客，不清楚，我们不知道。哦，你们哪儿来的呢？啊，你这怎么？啥事？啥事？这位是那个艾薇薇先生。哪个人？这位。哦，有啥事啊？去年子他在你们这儿来处理过一个事情。处理个啥事情？就是他在你们的这里的一个安逸酒店。走马158。我们来今天来报告。被人走马。拘禁和殴打过，所以我来报案。
哪个呢？他叫哪个呢？你不是是哪个北大二呢？我北大，他自己北大。你北大？对。在酒店。我是不是艾薇薇那个？对对对对。哦，我反应过来了，反应过来了。你如果是报去年这个事情的话，就在这儿报，可以报，就是报。但是你是说，就是说最开始就是引发这个事情的，因为当时，比如我不晓得咋解决的哈。因为你们当时到了分局以后，比如说晓得，他也说他现在就啥子颅内出血了，开始做个手术。他如果要报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报伤害的话，他要提供相应的东西给我们，就是说构成这个案子的东西。哎，我们都带有，都带有啊。哎，程序上是在你这儿报吗？哦，程序上是我在，我们先报，我会给登记现在。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都带有。哎，这给你看。哦，就是根据上次那个，我们做了一个签字。哦，出警的过程吗？对对对。带给徐姐。谢谢。纪录片也有你。哎，你好，认识我吗？认识。啊？我现在在这儿了，你上次不是要带我走吗？不带了。上次改。上次他们都。Very stupid guy 啊。上次他们都。没有，这个人是好像是个转运军人啊，什么很凶的，上来就说带走，把他带回去。让每个人承担责任，我觉得就是。对，那么以后按照这样发展下去了，就是每个公益组织，然后他们也会认真的对待这个公民。对呀、啊，以前大家都放弃了这个权利、啊，基本上很少，对，很少有听说我们这样做这种清清楚楚把这个做完的。对，这个程序我要走完了，走吧。但如果说大家都是正常的一个程序的话，那你就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来，正确的按照法律规定来，不要任意的曲解法律，不要任意的这个就是为难当事人。本来是一个公务人员，他是应该为大家、为公众进行服务的。后来大家都权利都逐渐放去，在受到侵权的时候的话，没有人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那么就逐渐的话，所以说人家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一个政府。哎，你好，认识我吧？不跟你熟熟，你不认识我？你不会不认识我呀？那天晚上执警是您，怎么会不认识我？啊？你贵姓啊？你贵姓？你管我姓啥子呢？跟你有啥子关系吗？哎，见过你吗？我认识见过你啊，那天晚上执警是你啊。对呀。不是你叫什么呀？你叫什么？我叫什么跟你没得关系的哈。当然有关系，那天晚上你扣了我，怎么会没关系啊？扣你了。你当然扣我，你说要把我带走的。我好久扣你了。那天你要问九月几号你扣的我吗？你认到哪个了你？我认到你了。你要耽误啥？我认到你了，我认到你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吧？我认得你了，你是凶手之一，知道吧？啥子？我是凶手？你就是凶手之一，我认出你了。我还认出你了，是你。打压你！是你干啥？你？我认出你了。你要干啥？我认出你了。那天晚上是他。开玩笑。是他。别走，你别走。我咋不能走？你当然不能走了。我逮着凶手，打110现在就。你打110吗？打110。你别走，你别走，你别怕，我抓住你了。啥子？我逮着你，你就别走。对，打110，不110。我把人认错了。哎，我就认错人了。对，等一下，认错你在110上来说，好吧？不110啊。你说啥子？你说。哎呀，你别着急。哪个都着急了？对，那就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哎，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你说，哎，这人是公务室，你别乱进，警察不让他进。他怎么能乱进？不确认。啊？他怎么能？随便可以进。他是领导。啊？领导。哪个你说？啊？不是领导哦，那他是什么人能随便你进这儿？他是工作的嘛？哦，他是工作人员哦，那就更对了。这下被我认出来了。那天晚上执警是他，他说要把我带走。在哪里啊？就在那个安逸旅馆嘛。哦，扣我们的是主要是他来，他带着那个。主要行动是他，他是你是哪位？你管他是谁不重要哈，你不要问，没必要吵架嘛。啊，没有吵架，没吵架。他是上次执警的一个人。你110出警要多久？反正我跟着你，走哪我跟你，对不对？对，你有本事打人关人，你怎么怕什么呀？你哎，你管他这个干啥？你觉得他是炸药吗？
在里面嘛就都是管的规定哈，都是机关大院啊。这个是机关大院也不行，那他不应该到这里来。你把他劝出大院，我们不能不进大院。他是什么人？一直找不到人呀。他是什么人？他是你们这儿的。你劝什么？我们得找。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请问你是什么人？你问你是，你问我们你是。大概犯了什么罪？对，你们没有一个人亮出身份的，对不对？当然不。对，我们打了110，我测试一下你们四川的110到底行动多快，对不对？你不是都在大家都在抓这个警风吗？110已经打过了，大概多少？15分钟了吧？对，市局他来调查了一下，他说没有。现在是正好今天比较凑巧嘛。对不对？这太巧了。也不是你来规定，这是法律规定。太巧了，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一下就见到你了。我是真想找你，你知道吧？啊，啥？找你干啥？你当事人啊，我找你干啥？你说找你干嘛？哎哎，别动啊，别动啊，你别动，你拿手机干啥？我找谁？你拿手机干啥？我找谁？你拿手机干嘛？你能拿手机，我不能拿手机。你在这找？开什么玩笑你？对呀，打110，打110报警。哎哎，你们俩别对他，都推来推去。没有，对他推来推去。我跟谁推来推去了？你是谁？你管我是谁？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什么资格？你没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资格？你没有什么资格？哎，你不能让他，你不能碰他，你不能碰他。不让他碰。我见到你喊你收了。你是谁呀？不是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是谁？你走到哪儿来了吗？你走到哪儿来了吗？我你不管。别动，那个人松开手。当然不行了，你别动，你不能动手，你松开手，你松开手，你有什么身份你抓的？你俩这谁？丢了，不能。你要干啥子？当然不能动手了，你动什么手？丢了。你要动手吗？不丢，不打。啊？不打。要动手吗？我可能给你两个。啊，对啊，那你干嘛？赵，他当然要赔的了，他不赔。他不能让动手，你不能动手。哎，你放开！不能动手，别动！你别动手！你是谁呀？你不能动手，知道吗？他不能动手，他不能动手。你说烦了。他不能动手。哎，你们太过分了。你得让他先放。你太过分了。他要先放。哎，他要先放。对对对，你抓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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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先出去再说。先完了去。北川中学青年教师，我们是北川中学青年教师，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凝望废墟，凝望废墟，搜寻你们生命的足迹，搜寻你们生命的足迹，献上默哀，
献上默哀，缅怀你们早逝的生命，缅怀你们早逝的生命，感恩祖国，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人民，追求一流学校特色教育的办学目标，追求一流学校特色教育的办学目标，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中国人，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中国人，教师强，教育强，教师强，教育强，青年强，中国强，青年强，中国强，站在废墟前，站在废墟前，我们庄严承诺，我们庄严承诺，爱国守法，爱国敬业，爱国守法，爱国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为人师表，终身学习，成才始于觉醒，成才始于觉醒，心态决定命运，心态决定命运，勤学修身，爱生育人，因材施教，勤学修身，爱生育人，因材施教，把我们的青春献给新生的北川教育，把我们的青春献给新生的北川教育，愿天国洒满阳光，愿天国洒满阳光，有如人间还有爱，有如人间还有爱。我们的困境是说，哦，我们就是要这个设施，为什么得不到？那他们的困境是说，他们是在一个系统之中，这个系统呢，并不是说某一个人的意志来被转移的，所以他们就是看样子这两块为什么都是需要的，就是为什么一定在任何社会都要有权力存在，那么一定在任何社会都要有对权力的监督和牵制存在，没有一个社会能逃出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模式，这个我想是长期存在的一件事情，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他尽他的职，我们尽我们的职，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谁都不要有幻想，我觉得他们对我们也没幻想，我们对他们也没太多幻想。这个名单呢、啊？啊，要是美国派遣的特务呢？你没必要再管这个事情了。我告诉你，我直接怀疑你就是这个美国或者日本派过来的特务。你在我这儿绝对打听不到这个名单。经过实地和电话核实，我们有九十六所学校遇难学生是7499名。还有28所是没有掌握实际的确切的人数的。北川幼儿园呢，预计是有500人遇难，就是基本全军覆没。根据综合那个团购人，他们是5522人。你说清楚一点，团购人什么人？团购人他们做了一个四川省教育系统师生伤亡情况的调查汇总表。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拿到一个名单马上就发短信。要不然就随时可能被收走就白跑了。我跟他们谈过将近20个小时，这是我一生关于这个某一件事跟人谈的最长的一件事，大概就这个，基本上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我觉得。但是他们了解了我们态度，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苦衷，这些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困境和他们的困境是一样的。老板哦，
在但英雄在这儿。喂，你好。你好，你是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办吗？对对对，我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关于学生死亡情况的人数和姓名的一些资讯。你这数据都是属于那个保密的。嗯，这个数据应该在那个各个厅局里面。什么饭？什么饭？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嗯，但是我没有义务向每一个公民都把这个情况说到。你们的副省长他公布的是10000多个名单，但是这10000多个名单公布在哪里，就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了。我就听到那个火车道上有声响，我以为火车来了，嗯，然后我就爬上火车道，嗯，看到有两个人，一个是穿蓝衣服的，嗯，蓝衣服背后有条龙，嗯，还有一个穿紫色衣服，嗯，这个大概在4:40多左右，嗯，然后那个赖伯伯就从这个走到火车道那边跟我打招呼嘛，我就在火车道上那个牌子呢，嗯，然后那个人。艾伯伯走过去了嘛，嗯，他问我，我跟他艾伯伯是什么关系？嗯，然后我说不是亲戚，他说是亲爷爷吗？我说不是，他说只是邻居。然后他说艾伯伯说被判了20年是吗？什么？说艾伯伯被判了20年是吗？那他们说他们是哪儿的吗？公安局的。你怎么问的他？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他说我是公安局的。4980-2。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我和他们人在这儿，车也在这儿。啊，来拍照，拍照。啊，车号是京 F 49802。你干嘛的？拍你，就拍你。什么意思啊？我玩啊。你玩的，这个人不说，我姓艾，叫艾卫卫。我在现场等着，我马上就在等着啊。对对对对对。你们是干嘛的？为什么要跟踪？不干嘛。你为什么拍照？跟踪拍照干什么？谁拍照？你拍的，手机上拍照。不要没有我怎么办？你没有就是你删掉了。不。要没有我怎么没有就你删掉你说你给我拍照我跟我没关系你别没你一会你躲着干什么我就在这待着这待着这不成啊不成啊别我也不用你别跟我什么别跟我说什么咱俩也不认识等着吧警察在等你不咱俩也不认识你把那个你别为什么哎我你说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经过我允许了吗没经那你经过你允许人你拍人家了吗我没拍我要没拍人家呢你要拍了呢他不是跟你在那等了几天了吗我一出来我就看他在那跟着我然后东张西望装着不跟着我我一回头走他想走开我说那不可能的你他打了要来了他会来你别以为他不来那你是说他来啊我现在再打一遍谁派你们来的呀就是我说谁派的你们谁派你们来的呀两人都说不出话来谁派你们来的呀谁派你们来的说看谁派你们来的呀啊谁派你们来的呀你这指着我啊指你怎么了说指你怎么了我问你我就在这待着呢我指你怎么了你谁呀、啊、我指你